诗篇六十篇五至十二节，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可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：我要欢喜，我要分开士剑，丈量梭各谷。基列是我的，马拿西也是我的，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杖，摩押是我的沐浴盘。我要向以东抛鞋。非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？谁能引我到以东地？神啊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？神啊，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根据启道本诗篇注释，诗篇六十篇是一篇团体求告诗，
国家遭逢大难，祈求上帝施拯救。全诗由四部分构成，今日其余的三部分分别是四至五节求神拯救，六至八节神的晓谕，指出神是以色列的主，亦都是全地的主。九至十二节坚信丢弃他们的神会帮助他们得胜。大卫说，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认信人的帮助是枉然的，只有倚靠神的大能才能够战胜仇敌，并赞美上帝的帮助、大能、引领和拯救。祂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主，更加是全地的主。士师记七章一节至八章十七节，耶路巴力亦就是基甸，清早起来率领众人在哈律泉旁扎营，米甸人的军营在他们北边靠近摩利山的谷中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你的人太多了，我不能够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。你要向他们宣布，胆小害怕的人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家。结果两万二千人离去，只剩下一万人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太多，你带他们落到下面的泉水边，我会在那里为你挑选人员。于是基甸将他们带到泉水边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将好像狗一样用舌头舔水饮的和跪低饮水的分开。那阵时有三百人捧水舔着喝，其余的都是跪在那里饮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三百舔水喝的人拯救你们，我要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让其余的人都回家吧。于是基甸留下这三百人，将其余人的食物和号角收集起来，让他们回家。米甸人的军营就在他们下面的山谷里。当日晚上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落去攻打敌营吧，我已将敌人交在你手中了。如果你害怕，可以同你的仆人普拉一起落到敌营，听听他们讲些什么，你就有胆量攻打敌营了。于是基甸就带着仆人普拉下到敌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东方人好像蝗虫一样布满山谷，他们的骆驼如海沙的沙一样不计其数。基甸到了那里，听见一个人对同伴说，我发了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饼滚进我们的营中，将一个帐幕推翻在地。他的同伴说，那个不是别的，正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上帝将米甸人和整个军营都交在他手中了。基甸听了这些梦和梦的解释，就俯伏敬拜上帝。他回到以色列人的营中，大声喊道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经将米甸军营交在你们的手中了。基甸将三百人分成三队，分给他们号角和藏有火把的瓦瓶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的行动，当我们走到敌营旁边时，我怎样做你们亦都要怎样做。我们一队吹响号角时，你们亦都要在敌营四周吹响号角，高喊为了耶和华，为了基甸。午夜初守卫刚换班，
基甸带住100人来到米甸营旁，他们吹响号角，打破手中的瓦瓶，其余的200人亦都吹响号角，打破瓦瓶。他们左手举住火把，右手拎住号角，高喊：为耶和华同基甸而战！他们在敌营周围各守其位，米甸全军边喊边逃。基甸的300人一起吹响号角的时候，耶和华使米甸人自相残杀，他们逃往西利拉的伯哈士他，一直逃到靠近他伯的亚伯米荷拉的边境。基甸号召拿弗他利、亚切同马拿西的以色列人追杀米甸的败军，又派人到整个以法莲山区，吩咐当地人攻打米甸人，占据远至伯巴拉一带的约旦河道口，以法莲人都依然而行，还生擒了米甸人的两名首领俄纳和西伊伯，他们在俄纳磐石上杀死了俄纳，在西伊伯炸酒池杀死了西伊伯。他们继续追杀米甸人，带着俄纳和西伊伯的人头穿过约旦河，交给基甸。后来以法莲人对基甸说：你攻打米甸人时，点解唔召我哋去？你点解咁样对待我哋？佢哋同佢激烈嘅争论起嚟。基甸说：我点能比得上你哋呢？以法莲人摘剩嘅葡萄，岂不比我哋亚比以谢族收获嘅葡萄更好吗？上帝将两名米甸人嘅首领俄勒同西伊帕交在你哋嘅手中。我所做的有哪一件能同这件事相比呢？我怎能够比得上你们呢？基甸这样一讲，他们的怒气就平息了。基甸率领他们的300人渡过约旦河，虽然疲惫不堪，仍然紧追敌人。基甸对梭国的人说：我们在追赶西巴和撒姆拿两个米甸王，十分疲惫，请给我们的军队一些饼食。梭国的首领却说：你还未有找到西巴和撒姆拿，我们凭什么给你军队饼食呢？基甸说：好吧，耶和华将西巴和撒姆拿交在我们手中后，我必定回来用荒野的荆棘抽打你们。基甸又去比卢伊勒提出同样的请求，亦都遭到拒绝。基甸对那里的人说：我海船归来时，必拆毁你们一座城楼。那阵时，西巴和撒姆拿率领东方各族的残余军队15000人驻扎在加葛，因为已经有120000刀兵被杀。基甸取到罗巴和约比哈东边游牧者走的路，出其不意地突袭米甸人。米甸二王西巴和撒姆拿逃跑，基甸追上去擒住他们，击溃他们全军。约雅斯的儿子基甸从战场返回，经过希列斯山坡时，捉住一个梭国的青年，问他梭国的首领和长老是哪个，他就写低梭国77位首领和长老的名字。基甸到了梭国，对那里的人说：你们曾经讥笑我说，你还未捉到西巴和撒姆拿，我们凭什么给你疲惫的军队饼食啊？看，西巴和撒姆拿在这里了。讲完就捉住城中的长老，用荒野的荆棘抽打他们。他又去拆毁比卢伊勒的城楼，杀了城里的人。基甸率领32000人迎战米甸人。耶和华说人太多，他说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，胆小害怕的人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家。耶和华为基甸挑选人员，最后为基甸只留下300人。耶和华体恤基甸害怕，鼓励他可以同仆人普拉一起去打听敌营。基甸窥探敌军中的人的解梦，就壮起胆来攻打敌营。基甸的300人一起吹响号角的时候，耶和华使米甸人自相残杀，
基甸追杀米甸败军，并率领他的300人渡过约旦河。虽然他们疲惫不堪，苏国的首领又拒绝给他们军队粮食，然而基甸生擒了米甸人的2名首领，擒杀米甸二王西巴和撒姆拿，击溃他们全军共135000人。这一场和米甸人的战役就等于1人对450人的对阵。求上帝宽恕太多胆小害怕的人，将挑战困难放大，缩细大能的上帝，又求主怜悯。今日教会面对各种属灵争战中，我们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为主争战，当看到只有少数的人投入侍奉的时候，就灰心气馁，看不到即使只有基甸300，靠着上帝亦能击溃135000人。路加福音23章13至43节，比拉多召来祭司长、官长和百姓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带一个人来，指控他煽动百姓造反，我当着你们的面审问了他，却查不出他有任何你们指控他的罪，希律亦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，所以将他送回来了。可见这个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，因为咁，我要惩戒佢，然后释放佢。每逢逾越节，总督总系按惯例俾佢哋释放一个囚犯。嗰时，众人齐声呼喊：杀掉佢，释放巴拉巴！巴拉巴系因为喺城里叛乱杀人而被下监里嘅。比拉多想释放耶稣，就劝解佢哋，但佢哋一直喊叫：将佢钉喺十字架！将佢钉喺十字架。比拉多第三次问百姓：点解佢犯咗咩罪？我揾唔出该处死佢嘅罪证，因为咁我要惩戒佢，然后释放佢。众人却继续大声喊叫，执意要求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。最后佢哋嘅声势占咗上风，于是比拉多依照佢哋嘅要求，释放咗叛乱杀人嘅囚犯巴拉巴，并将耶稣交给他们任意处置。他们带耶稣出去的时候，找住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，让他背住十字架跟在耶稣后面。有一大群人跟在耶稣后面，其中有不少妇女为耶稣伤心痛哭。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：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不要为我哭，为你们自己同你哋儿女哭吧，因为日子快到了，人哋将话不曾生育、不曾怀孕、不曾哺乳嘅女子有福了。到时候人哋会向大山讲：倒喺我哋身上吧，又会对小山讲：遮盖我哋吧。树木青葱嘅时候，佢哋尚且做呢啲事；树木枯干嘅时候，又会点样呢？当时有两个罪犯同耶稣一起被押去受刑，他们到了一个叫竹楼的地方，就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将两个罪犯分别钉在他的左右两边。耶稣祷告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
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士兵抽签分了耶稣的衫，百姓站在观看，官长嘲笑耶稣说，他救了别人，如果他是上帝所选立的基督，让他救自己吧。士兵们亦都戏弄他，拿些酸酒上前给他喝，又说，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，救救自己啊。耶稣上面有一块牌，上面写着，这个是犹太人的王。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另一个罪犯亦讥笑耶稣，说，你不是基督咩？救你自己和我们啊。另一个罪犯却责备他说，你同样是受刑的，难道不怕上帝咩？我们是罪有应得，但这个人没有犯过罪啊。他随即恳求耶稣，耶稣啊，当你来执政掌王权的时候，请你记得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。在众人大声喊叫，执意要求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不少的妇女为耶稣伤心痛哭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儿啊，不要为我哭，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吧。耶稣不需要人的同情和怜悯，相反，耶稣同情怜悯无知的人，看不见那个审判的日子将快来到。在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长嘲笑，士兵们戏弄中，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甚至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罪犯亦都讥笑耶稣，耶稣却肯定另一个罪犯的得救，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。感谢主耶稣，即使在身心灵的极度痛苦中，他的心亦都只是在乎世人得赦免和拯救。箴言十四章七至八节，到愚昧人面前，不见他嘴中有知识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几度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。箴言善恶互论提醒要远离愚昧人，因为他们口中毫无知识，他们被自己的愚昧欺骗。聪明的人却凭智慧明辨道理。求神帮助我们在各种是非黑白颠倒、歪理当真理的末世中，好好寻求上帝的智慧，以致我们能够明辨是非，不要活在自欺欺人中，还自以为聪明。
4月27号灵修思考问题，路加福音23章18、28同34节。这时众人齐声呼喊，杀掉他，释放巴拉巴。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儿啊，不要为我哭，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吧。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钉死耶稣，你是吶喊钉死他那个，你是情愿释放自己内心巴拉巴那一个，亦或你是无助被动为耶稣哀哭那个呢？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亲爱主，感谢你赦免我们所有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将你钉在十字架上。求你怜悯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以致到我们所做的是错事、坏事，令你痛心难过，叫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苦楚。愿意我们更醒觉、更省察自己的罪，重新靠着你的灵做一个新造的人，以免你为我们白白的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